当初其实每个京剧演员在各个京中剧团心里面都知道，最近这个几年即将结束了。我在想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我就一下子跳到这个时代来了，跳到我正好我被京剧传统赶出来我在老的中间我还喜欢京剧啊，我只是为了时代，我想要去创作啊，我要面对啊，我可以帮他老的京剧在这个时代里面再找到更多的观众吗？是，也许我做得太快了，我太冲动了。那我是谁啊？首演完的时候，他走得很棒。那第二天来的时候，事实上他脚非常的不舒服，他叫我说把古老找来，大古老，他说我今天不走了，他能脚煮的 ，OK， 他不走了，我们怎么样应变的一些措施，他也跟他说了，好，演到戏的一半。找来了，他说：“你去跟大古老讲，我现在大概离开演还有三分钟。我只要站在舞台的那个平台的边边的时候，我就是要走这样，走这个东西，因为这个点子的情绪它是不一样的，它的节奏。他如果我这时候我是觉得我的状况非常不好。”我就会用跪下来给你一个暗示。这我要去看他最后一个动作。我一直在观察他。慢慢走到平台那个地方的角落当中，他今天还是会走。一句话就知道，说一个演员说我死也要死在舞台上面，我觉得他真的是做了一个最好的一个诠释。诠释给谁看的？一个是给观众，二一个是给我们的下一代。